来南竿站啊，南竿站，南竿站的三铁共过，高铁、台铁和捷运，这里是出门坐车方便的所在。啊，我最近拢会坐一寡捷运啊、公车啦，还有咱常常讲的讲高铁和台铁。啊，即个大家知影讲你。疫情的个关系啦，进入公共场所拢爱戴口罩，啊，我嘛是免戴了，免用起啦。你若讲要用口罩了嘛，是安尼嘛，哦，是不是？啊，就是真照规定啦，真照规定。